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27集。打铁趁热，我就再挑一款今天收到的玩具。这个是来自于传承系列，它有一个叫做速度星系列啊。目前这一波推出了5款，宇宙飞碟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角色，好像看起来都是速度很快的角色。那因为这款宇宙飞碟询问的人比较多，那我看了一下这5个模具里头，好像这一款是属于新模具。那啰嗦好像也是新的，其他3款好像是异色版本。那因为大家询问度比较高的关系，所以我就先把这个宇宙飞碟啊挑出来给大家做啊。甚至已经有大陆网友问我说这一款那能不能单独卖。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整套一起买的，你要我单独把这一款卖出去的话，可能是做不到啊。那由于它是这个系列全部都是载具作为一个包装啊，比较难得。现在的玩具的话呢，是通常都是以机器人的形态作为包装。那载具形态的包装有一个好处，它比较不容易有缺件的状况。因为在组合的过程中，可能比较容易去发现到它是有问题的啊。当然这是完全是我个人的想象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载具形态。首先的话呢，它背后这个旗子，它是透过这个武器安插在后面的孔洞。那这个旗子的话呢，你这样看它是一个黑白的格子。那如果你把它转向的话呢，就变成是投降了啊，我不打了。那按照说明书的一个指示的话呢，你也是可以把它转个向，然后安插在侧边。那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没有比较好看，还是安插在后面可能比较 OK 啊。那这个插下去的一个紧实度是非常的密合的。然后飞碟的形态的话呢，我也不知道飞碟长什么样子，个人没有看过真正的飞碟啊。小时候是曾经梦想过有一天会遇到外星人啊，现在长大了之后发现还是不要好了。那这里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什么怪物的脸的感觉，有点 Q 版的样子。然后飞碟状态下的一体性其实算是挺好了啊，没有什么问题。大小尺寸的话呢，也是标准的一款 Deluxe 等级的一个尺寸大小。那我们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首先变形的时候从这个地方解锁开来，然后把这个手臂的部分呢给解开，这里手臂解开。再来的话呢，我们是把这个前面这个部分呢给拉下来之后，把这个是人物的下半身呢，它是一个双段关节，我们把它回复到前面的位置，这样子推过来到前面做一个组合，那这个就形成人物的一个下半身。然后两腿的话呢可以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这个地方顺势往前面推就形成脚掌。然后这块部件的话是一个双动关节，把它推过来之后有一个沟槽要卡进这个黄色的这个凸，这里的话呢原则上吧，我感觉是用塑胶的韧性硬卡进去的啊，这样一来脚掌就完成了。再来是它的一个比较惊喜的一个变形，就是后面这个地方，不好意思，我拉过头了啊，我要拉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这里啊，有点 NG 了，我们把它给组合回去啊。它拉是要拉黄色的这个部件，整个黄色部件是往后面拉出来，这里，整个把它给拉出来，然后呢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大回旋，回旋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刚这个部件往下面折。折下去之后的话呢，往前面继续按下去，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凸，有一个凹，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好，会刚好扣上。然后的话呢，我们再怎么做呢？把这块部件这里不是一个这样子卡扣，把它给卡下来，卡进去。这里也是一样，这个黄色的部件把它给卡进去，这里卡进去。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手啊，从这个空洞的小臂内侧给翻出来。这个变形还是比较有趣啊，挺流畅的。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头给翻出来，这个头翻出来就有意思啊，真的就是一个翻锅盖的一个感觉，一翻头就出来了。然后整个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整个在过程里头就是这个部分的翻转啊有点意思。然后空洞的话呢是集中在手臂的内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头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头雕的眼珠颜色也是好看，也是我经常夸奖的 MP10 的水蓝色。它这个模具有一个缺点，你看到这个手臂已经不举了啊，这个地方，这个的话呢网上应该有一些朋友会分享啊，如何去把这种关节弄紧实的。这边还好一点，
对不对？但这边是已经完全松动了，完全没有办法支撑把这个枪举起来了，你只能用特殊的角度呢让他这个把武器给举起来。那这个的话呢，你可以武器可以变成旗子，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拿下来变成是一个枪，这都没有问题。那枪的话呢，它这个旗子还是插在旁边，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方法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你看到这个头的摆动的幅度其实还挺不赖的，腰身也可以转动，手臂的话呢这里额头肌一样可以转动，拳头无法转，脚的话呢就前后左右你想象得到，能动的也都差不多可以动。背包的收拾的也是挺好看，造型做得相当的不赖。那我当时看到这个包装盒的时候，我想说这个包装盒好像比一般的这个 Deluxe 等级的话呢还要来得小吧，我以为是第一个等级的玩具，但其实并不是啊。它的定价好像是一样，在台湾特别是叫做豪华组，也就是 Deluxe 等级，所以这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特别推出这个系列。那我是觉得这款飞碟还挺好玩的，然后我顺便对比一下它的身高跟几个小时以前真的是几个小时以前跟大家分享这款赛位身高是差不多的。那这个赛位这个胸口啊，这里是可以翻出来的，它这个两侧是这样，就会把它给捏出来啊。这个的话呢，我是特真的是没去注意到这一点，不过也是因为这样骗到了几个评论还有弹幕啊。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就利用这即将上班之前的几分钟吧，给大家做这一款 Autobot Cosmos， 觉得还不错啊，推荐给大家，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